楼市大涌，却未带歇息日以天价抢楼王的业主赚钱离场。天水围居屋天丽苑一个曾进破全区住宅尺价纪录的迷你户，额外印花税 SSD 三年限期届满即易手，尺价16,019元，虽创全区居屋尺价次高。维园业主连洗费却损手约6,300元。代理表示，天丽苑高层20室原图则为开放式，实用面积211方尺，以保地价338万元沽出，尺价16,019元，非但为全区居屋次高，亦仅次同屋苑一个中层11室及同区私楼为景轩一座顶层特色户，成为全区第三个尺价升穿1.6万元的二手成交。据土地注册处资料，原业主2018年5月斥以保地价325万元买入，入市尺价达15,403元，一度贵绝天水围住宅，现持货3年沽出，账面虽赚13万元或 4%， 为扣除洗费却亏损约6300元。另外，大埔公屋太和村首现5球成交，据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，三座新和楼高层17室，实用面积485方尺，原图则为开放式，上月以保地价500万元售出。宝苑2018年5月创下的造价高位推高22万元或 4.6%， 并追平同区公屋售价纪录，尺价10,309元。原业主2010年以保地价112万元购入，账面获利388万元或 3.5 倍。私楼方面，美联物业助理区域经理汤少建慧，天水围柏惠豪园六座低层 G 室，实用面积588方尺三房户，由嘉湖山庄租客斥708万元购入，尺价12,041元。原业主2010年以244.8万元购入，账面赚463.2万元或 1.9 倍。据土地注册处资料，尖沙咀柯士甸站 Grand Austin 三座低层私室四房户，实用面积1,251方尺，上月以3,800万元易手，尺价30,376元。登记买家为卢家培 Luca Pipo， 与国泰00293前顾客及商务总裁姓名相同，廖维同一人。